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接触过不少的珠宝首饰，因为我的父亲非常的喜欢玉石，但一个对小朋友来说，玉石是非常无趣的，我觉得很不好玩，所以对我感兴趣的都是一些好玩的事情。在我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小差做一些小玩意儿，我就用回形针制作过很多的小人偶，当时我有去格子店寄售他们。但是让我意料之外的是，那一个星期我卖出去了五六件。我认为好的珠宝应该使用更加贴合主题的材料，并不是光光使用金银钻石红宝石等材料来进行设计，那个就变成了镶嵌，而不是完美珠宝的体现。当代珠宝其实和配饰珠宝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希望未来通过我的作品可以让更多人读懂理解什么是当代珠宝。有些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设计，有些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材质，所以每件作品它都有不一样的价值，而我希望我的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它背后的故事给顾客带来了一些什么。用 Redefine Waste 这个 collection 来说，我就希望当顾客佩戴它的时候，看到它的时候，能想到这件作品是用回收来材料制作的，希望他们看到佩戴的这件首饰能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件材料，想一想是不是能用它来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马上把它丢掉。